Hello， 姐妹们，我是 Miss L。夏天到了，天气越来越热，脸上的妆一下就花了。这时候补妆就是个大学问喽。我们快去听听 Leslie 老师有什么建议吧。Hello， Leslie 老师。Hi， Miss L。天气越来越热了，脸上的妆是不是很容易就花了呢？对呀，老师可以教教我要如何补妆，才不会越补越花吗？好，没问题。接下来我就要来教大家夏日的正确补妆法。先使用面纸或是吸油面纸，把脸上的油光、汗水都清除干净。嗯，充满油光真的不敢见人啦。如果脸上有一些些粉已经结块了，以指腹沾取补妆用的凝胶，轻轻地点压在粉底结块处，来让它平滑。哇，原来凝胶有这么厉害的功用啊！接着喷上大量的保湿喷雾，增加皮肤表面的保水度。等脸上的水分都进去肌肤以后，使用蜜粉在全脸补妆。哇，妆容完整的就跟刚出门一样。Miss L 有没有学起来啊？嗯，以后妆再花我也不怕喽。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学起来，不管天气再热，都能够临危不乱的补妆哦。如果想知道更多实用的美妆技巧，请持续锁定 Miss L 完美试镜秀。拜拜。